我是2000年来到美国。那开始呢，这边呢有一位医生，那我就和他一起在这边做。后来我觉得不方便，我也呢就参加了针灸执照考试。当我自己拿到执照以后呢，这位医生离开了，那我就把他的诊所拿下来。那我在这边呢，因为当时啊，这个加州的天普西蒂啊，这个美国居住的居民呢很多，华人很少。那没办法，我的英文不太好，但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呢，我有一个翻译助理。当他翻译的时候呢，因为中医的专业术语啊很多，我觉得他不够位。那后来呢，我就慢慢呢自己呢在专业术语呢在学习提高。那我最后呢自己也能接待呢美国的患者。当他们来的时候，因为是在美国行医，在美国行医，在我们中医现在法律上没规定我们是医生。在中国我是医生，是主治医生，我是内外妇儿都带学生实习看病，对疑难病和老年病妇科我都有一个绝技。可是在这边就不允许，那我们是针灸执照，那我们的诊断也没有权利。那我们就首先他看我的时候，我说你有保险，你有家庭医生，你把你的诊断拿来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进行诊断。他的糖尿病，那说哦，血糖高多少，哎，饭后多少高，饭前高多少，我根据他的指数进行中药调理。那更多的用针灸来进行治疗，糖尿病针灸效果也非常好。那就进行阳明经啊、脾呀、胃呀，是吧？中医讲脾主运化，当它脾不运化的时候，胰岛功能分泌就减少。那胰岛细胞减少的时候，它就口渴，就三多一少。有的人呢是很肥胖，那更是脾运化水湿，痰多，是吧？它不运化了，他怎样呢？就肥胖。这样的病人，我开始就是让他自己把他的家庭医生和他的住院医生的诊断拿过来，我们进行辅助性的治疗。另外就是说，很多病人疼痛，当他疼痛的时候，我也不轻易给他下诊断。其实我临床经验40多年，我很明确他的诊断，但是在这边就要让他拿他的诊断。他说确诊了是一个风湿症，那我就解决他的疼痛。他说他坐骨神经痛，我就用中医来辨证，他进行他的补肾健脾来活血化瘀止痛。那这样呢，我配合针灸，这样患者就越来越多。有一个海边的西医，他呢是美国医生，听到的患者说在我这效果非常好，他多次来采访我。可是呢，他说要到海边去跟他俩一起去做。我说呢，我还要在天普，因为我立足就在天普，现在已经十几年了。我的老患者呢，十几年一直跟着我，有的是儿子孙子什么都介绍过来，他们好了介绍别人来，那口碑相传，他们就找到我这个地方。我说你患者可以介绍这边来，那很多呢医生也给我介绍很多患者。我说你介绍病人，不管你是忧郁症也好，还是疼痛也好，还是呢这个坐骨神经痛也好，你这个还是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这个胆固醇高，你一定把你的诊断拿来，把你的化验拿来，我根据你的诊断进行中医的辨证施治。我们是帮你解除痛苦，我们是有一种治疗的手段和方法。那中药呢在这边又是健康食品，那我们用起来呢又很方便。那在美国呀，很多人呢他就工作很繁忙，他不会熬汤药，我也不把那传统的熬汤药方法拿这边，我是我来做。我说我既是药剂师，我又是医生，我只要能帮到你，因为我把方子立出来了，我给他诊断，那我给他出方，我又给他怎样呢？配伍以后，我说我来煎煮，因为这个煎煮直接影响到疗效，也叫中药的炮制，先煎的、后下的、秘制的、醋制的，
我这样一治怎样呢？他就能够达到疗效。你只负责什么呢？我说你只负责吃。那老美的患者，这美国患者就说，哎呀真开心呐，很方便呐，我去开会也可以拿，我出差也可以拿，我上班也可以喝，就像饮料一样，插个吸管就可以喝了。这就是传统的中药煎煮，怎样呢？用现代的人不方便，我用它袋子装起来，像饮料一样你去喝，就方便了他，而且他也看到了中医五千年的这种本草，是吧？它的作用，不管你是花呀、草啊、根呐、吃的水果呀，它就能帮到他解除他的痛苦，所以老美很开心，抱着我，有的一些患者 I love you， 甚至把我举起来，他们用力的这个感谢我说，真是这是中国的这个。文化，所以他们很欣赏。另外呢，很多这个肥胖啊，美国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富裕，这个吃的比较好，那车呢又开得好，运动量又少，所以他们很多人呢，美国就这样多的来减肥。其实呢，他们在对身体调整的过程当中，我进行针灸、饮食控制，让他们运动。我说，草坪那么多，健身房那么多，这样呢，运动加上饮食控制，再加上针灸，再加上中药，哇，效果非常好。所以呀，在美国，其实中医呢很有发展的前途。儿童，我现在呢就认识一个是中国的来的一个博士生，他在哪里呢？在这个教育自闭症这个学校，所以他经常来和我探讨。看到美国呀，有很多孩子由于家长喝酒、吸烟，他这个有一些个不正常的生活习惯，结果孩子怎样呢？就得了自闭症，有的是这个弱智儿。所以呢，他就在这个环境，那他就跟我说的时候，家长啊就配合有些在那边治疗，这呢，建立心理治疗和神经系统的调整。再加上中药的，在这边就是饮食的调整，饮食的调整，健康食品的调整。我给他调了以后啊，可能给他做成定剂，可能做成粉剂。我们现在还有中药，在美国叫科学中药，在有些孩子用起来也很方便，冲茶一样，冲到奶里，冲到他饮料里，他就喝。喝了以后，一个孩子自闭症16年，自己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说妈妈，他说爸爸，他看着爸爸也叫奶奶，所以他就是很实质。当吃我药差不多5年的时间，这个孩子呢，基本上因为是配合西医治疗了，也是配合他们这个智力教育，现在这个孩子就可以自理了。上学了，打球了，在公园里呀、踢足球啊，他都会很准确的踢。所以他妈妈呀是一个单亲妈妈，领着两个孩子，他非常感谢我。所以呢，我说这个你来自中国，你也别感谢我，这是中国文化，也是祖国呀，这个文化流到全世界，美国呀他们也认识中医，所以你才能把他们领来，很多家长领过来，孩子呢就治疗的速度就快一些，脑细胞呢就恢复的快一些。所以呢，就说孩子的自闭症啊，那忧郁症啊，这个有很多。另外呢，美国一些个孩子啊，有些什么小的时候就肥胖，这个也很多。所以呢，他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，他介绍过来，他相信那个朋友，就相信你中医。当你给他治差不多1周、10天、1个月有疗效的时候，他就找你。更奇妙的就是我的一个同事，他认识一个美国人，他结婚了5年是8年没有生孩子。这个女人呢和这个男人，哎呦，就是感情非常好，这个女人漂亮得不得了。他这个男人就说，如果你能让我有一个爱情的果子是最好的。结果找了很多中医呀，最后呢，他
中医传到我这边，那我说好，我帮帮你看看怎样，结果帮到他了。帮到他现在呢抱个儿子，他就说哇，这个爱情的果子终于结出来了。他有照片，那我那个朋友啊也很开心，他那个朋友又讲中文又讲英文，常常他们打电话就说这个是救命恩人，我有一个宝宝，现在这个孩子已经5岁了。就说美国人只要是我们他相信了你有疗效了，他宁愿花自己的钱，保险不能 cover， 他也来寻求中医。就说我们中医在国内有作为，在国外也有作为，我们就要学。学什么呢？要把基础打好，要会辩证。不是说一个不孕症你就用一个方子用到底，不可以。我有很多学生，我说你必须辩证，叫望闻问切。另外你分除阴阳表里，寒热虚实。另外呢，脏腑辩证是在肝是在肾，是在脾是在胃，你一定把病根找出来。中医就是一个整体医学，中医妙就妙在辩证。你只要辩证对了，找出病根来了，不管什么病都会对他有帮助。我们说能治疗，但是在美国你说对你有帮助，他就有信心，有信心我们就有施展中医中药发挥作用呢，那一段时间最后就能得到一个很好满意的这个效果。不但你满意，更重要的是患者满意。我来的患者呀，很多人呢，他真是一到节日，我的礼品真是收不过来呀。我怎样呢？谁来看病了，我就说你的孩子拿这个吧，那个就拿回家给妈妈用吧。所以说，在中国的时候也是，患者说医生就是他的父母。在美国我也印了很多什么干女儿啊干妈妈呀，他们都是外国人，也非常喜欢我前妮斯玩哥的、我说前妮斯赫伯玩哥的。所以说中医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呢学中医也好，你应该知道中医是5000年的历史，它是有历史记载的，是实践医学。中药呢又是来源于自然，我们现在都是保护大自然，如果都用中药怎样，化学的东西少了你怎样呢，他也不用，医疗费也减少了，他自己呢你告诉他饮食也可以保养他呀，你让他煲汤啊熬粥啊也能帮到他，对不对？那本草上就说凡是能吃的能喝的都是中药范畴里的。那我们在美国就认识这个根本，我非常欣赏美国把中药列为食品，它真的是食品，但是你一定认识到它有寒热温凉，你要知道它的热性体质你要用什么，用凉性的，温性体质你要用淡性的，所以你要了解它的根本，你也了解对方，那就会收到满意的效果。所以说在国外中医也是有作为的，我们也渴望啊中医呀在美国呀有立法，说我们也可以诊断，我们可以为更多的人服务，我们如果接受保险的话呢，那更多的患者更能接受中医中药的治疗，这个范围是有限的。